今天我们家是双喜临门呀，弟弟呢是幼儿园毕业，然后呢我公公今天呢还生日，等一下我们呢先去参加弟弟的毕业典礼，然后再去参加我公公的生日宴。我给我公公呢买了两件衣服，然后一件是这样子的，一件是这样子的，一个有领子的，这件呢是就是原来没有领的，看他喜欢的，喜欢就是让他这样有的挑吧。这件颜色我还挺喜欢的，它是这样的。这两件应该都还挺舒服的，这件面料也是很凉快的。然后另外呢，我们还准备了500块钱的红包，等一下拿给他们。蛋糕呢，我也事先买好了，我把这个衣服叠起来拿给他。另外这件叠起来就是这样，哎，来放在袋子里面吧。然后这个红包就放在上面。为什么？啊，给爷爷爷今天生日。他今天生日，今天吗？好，走吧，我们还要拿上蛋糕，走。妈咪，看到我的。今天早上我又在家里忙吃的，包了糯米鸡。弟弟毕业，我们一会去参加他的毕业典礼，这先放在冰箱里面。我今天本来想穿裙子的，但是现在太胖了，裙子都穿不上了。我今天穿的裤子呢，就是那天我在那个小镇上买的，然后配一件黑色 T 恤，裙子就不穿了。试试一下。看毕业了，我们发一点什么？拎了一，就是这么多东西，全部是学校发过来的。准备出门，我们家 Annie 今天穿的连衣裙，看我妈写字，我的 Candy。我妈今天这个衣服，她是她自己做的，因为自己改的。这边她本来是一个，那个叫什么方脸的，有领子的，她自己把它改成这样子。我说我妈妈她不是会踩那个缝纫机嘛，我跟她说，哎呀，她要是能教我就好了。妈妈，我可能会。今天我老公呢，他去那个接小宝了，因为小宝他今天。然后就顺便他们一起过去了，我们现在出发了，准备。我可不可以open my candy？ 不可以。看我们这边下了大暴雨呀、啊、我一路小心翼翼的开过来。这个是那个给爸爸买了两件衣服，还有那个是那个蛋糕，就是芝士蛋糕。你为什么我昨天没告诉你给爸爸买的两件衣服？不用买了，太多衣服了。没事。哎呦，看看我们还没有回来，还没有过来。你现在晚，现在那个雨小很多。那你去远航去吧。刚刚这好大的雨，我哥来说暴雨。啊，我不喜欢暴雨。我们现在等那个，等我老公还有 Annie。啊不，还有弟弟，还有那个，还有小宝。到了。哎，不卖了。什么帽子袜子吗？你看弟弟一过来就粘着我。哎呦，今天这条鱼的那个鱼籽好大，是黑斑哦。这是黑斑吗？我不知道什么鱼，我看不懂的。会不会？这个。哦，好好，我试试看。你就买3瓶啤酒。啊。你停啊！太。让你叫你回来蒙交啊！叫我交回去吧，你嘛。我不喝。还有这个。要真的吗？还有弟弟呢，我要来尝一块这个。哎呀，任务不要了，不要了。地毯那个东西不要说。你要说什么？欢迎这个鱼啊！我给你把鱼吃了。这里面是。
可能妈妈嘛，你不要，我给买一些。要，我不说。然后67对不对？刚刚买67对吗？啊，是吧？多少台啊？67。哦，67。你知道爷爷多少岁了？他刚不说了吗？67吗？一天13个小时，60块钱都不到。你知道吗？一天13个小时，60块钱都不到。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啊？几几年啊？就4块5块钱。嗯。差一半。三分之一。收盘子，他收盘子。收盘子，扫地拖地。他服务员都不给他做，都是收盘子。你这是我，哎呦，哎，你快吃啊，粉丝。你等等鱼。今天空叶菜还挺嫩的。我发现现在炖这个很慢呀。今天我看看到有个同学抱着弟弟。舍不起他，舍不得他。妈妈。嗯。弟弟今天抱着你的是男生还是女生？他不说话了。这个是好，我真的是搞一大盆放在这里。艾草应该是有点用途的，我自己家现在又长出来一大盘了，我那个吃完了，哎，快吃。我做了，是不是啊，弟弟？应该是这样喽。对，他吃完饭会把盘子放好，然后呢，把椅子放进去。学校的老师，哦，还有你是这样的。好啊，好啊。那他听话喽。对，弟弟，哎，吃把菜呢。爷爷吧。刚刚那个鱼好大的时候，你开的怕不怕？你干嘛了？啊？啊？怕不怕？那个鱼大。怎么好怕的？哇塞，我看都看不见。我手里面有。我爸我妈都恨不得叫我停下来，不要开了，一点都看不见。哦，你记得这多少钱一磅啊？哇，就是有那个会员卡，就是2块9毛角，没有就3块9毛角了。吃饱饭，弟弟一看就是这么皮。过年快乐！快乐快乐！这是黄瓜，这么大啦？啊，哇，那个四季豆都有了。哦，有了吗？可能几条？那个毛是一坡嘛？毛瓜呢？指数都这么大了。嗯。马上、还有一波那个瓜，你还要种吗？护瓜吗？护瓜我种了。